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当你经营在线商店时，要如何获得访客流量呢？本期我们聊聊新内容，人们如何了解你的商店呢？他们如何发现你的产品？零售企业一直以依靠店面而生存，以及支付的租金来到感兴趣的客户面前。对于电子商务企业，支付广告是新型租金，付费广告提供了类似于店面的曝光，也具有额外的好处，即能够精确挑选和选择。但是运行付费广告每天都变得越来越复杂，从像素到关键词，总会有新的东西需要学习，而且小企业很难跟上步伐。这就是我们在 Shopify 中推出营销的原因，一个帮助你创建、发布和衡量广告系列的新天地。我们简化了流程，使能够比以往更轻松地投放成功的广告系列，并且你今天可以在 Shopify 中启动 Google 智能购物广告系列和 Facebook 广告。01简化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平台 Google 和 Facebook 每天吸引数十亿用户参与其中，理想的顾客几乎已经在都这些平台上了，因此我们更容易接触到他们。现在你可以直接在 Shopify 中的任意地方创建、管理和跟踪你的营销，在多个平台之间切换时，没有更多选项卡需要加载。02 Google 智能购物广告活动， Shopify 是第一个整合 Google 新智能购物广告活动的商务平台，智能购物可让你可以有效地运行 Google 的广告活动，而无需熟悉高级的广告设置，因为 Google 的智能技术将为你完成困难的工作。在 Shopify 中设置每日预算，你的广告活动将会通过自动选择要宣传的产品、出价多少以及定位对象来优化最高销售价值。 Google 会直接从 Shopify 提取你的产品信息，自动制作广告，并将其展示给桌面和移动设备上最相关位置的最相关受众群体，包括 Google 搜索、 Gmail、YouTube 和 Google 展示广告网络。当你的广告投放时， Google 智能技术会分析结果，并使用它们来优化你的广告活动，而无需自行调整设置。03 Facebook 广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还可以在 Shopify Carousel 广告是运行最有效的 Facebook 广告类型之一，我们甚至在设置过程中提供了一些最佳的实践内容，以帮助确保针对你独特的产品和目标定位合适的受众群体。04快速获取，当在 Shopify 中设置广告时，你可以在几分钟内构建整个广告活动，无论你是要创建 Google 智能购物广告活动还是 Facebook 广告，Shopify 都会自动使用商店中的产品图片、标题和说明填充广告。广告系列投放后，您就可以在 Shopify 中跟踪结果，因此你无需切换平台即可比较结果。我们还会根据你独特的商店和广告系列为后续步骤提供建议，从而帮助消除流程中的猜测。当使用付费广告时，你可能会更快地看到这些结果。付费广告是发展业务的最快捷方式之一，可以使用大量免费的营销策略，但这些技术的成本并不会花费他们的成本。如果你希望在 BFCM 等主要购物季节和假期期间快速获得结果，付费广告仍然是最可行的选择之一。特别是如果你的业务刚刚开始，05广告活动便捷化， Google 和 Facebook 广告无疑是有效的方式来接触理想的客户并带来新的收入，但每个平台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一直是一个障碍。
特别是对于小型团队和企业，我们的合作关系简化了制作、管理和跟踪广告系列的整个过程，因此你可以快速设置有效的广告，并监控其进度，无需营销学位或深入学习。我们也将在未来添加新的、更加强大的工具，包括集成 Shopify App Store 中你可能会喜欢的一些应用程序，以帮助简化更多的营销过程。